炎炎夏日，酷暑难当，藿香一出，神清气爽。没错，我就是解暑神器藿香。腹痛腹泻，胸闷不舒，只要我出马，立刻让你满血复活。那是因为我体内含有大量的挥发油、藿香醇、甲基胡椒酚，能促进胃液分泌，增强消化，还可化湿发汗，是夏季理想的清凉饮料。春夏二季采摘我的嫩叶进行烹饪，不仅芳香扑鼻，更具食疗的保健功效哦。合伙易燃烧，将100克荷叶、30克藿香放入800毫升清水内煮沸后，再用小火熬煮20分钟，滤渣取汁，再将此置于100克薏仁煮成粥，早晚各吃一次，可清热解暑，疏散外寒。